看到无？哎，妹妹，你听有呢？你这条歌较早哦，你还袂出世呢。凡生啊，凡生，你妈妈打出世呢。哦，对对对，这条歌历史久远呐，历代久远的一首歌。啊，是。啊，但是啊，好歌不寂寞，好歌不寂寞。无论经过偌济年代，嘿，好听的歌曲，同款拢有人哦，会继续来翻唱。哎，都会有新进的歌手呢，再来翻唱哦。对对。我带来听秀，因为好歌就不该让它沉默。没错。哎，一定爱喝花，来给来翻唱一下。对对对。那么透过我们。文秀呢，叫系列的歌喉，那么来甲咱分享这首歌曲，当讲是相当的适合你啦，哦是吼，嘿，算娱乐，声较尖啊，啊，较高亢呐，吼，较高矮，高矮是我呐，应该无甲我袂向矮啦，吼，嘿，算较高亢小可，嘿，高亢吼。你若讲较低吼，我就低不使了咯，低袂使就是安尼呢。哎，算是声音真悬啦哦，但声音悬的人就是同款嘛，都通病嘛。系安怎？关会起，但是低袂使袂。对啊，就是拢安尼啊。哎，所以每一个人音域就是不一样。对对对。哎，那是能很高啊，也能很低呀。哈，太厉害了。啊，这个人绝对能屈能伸。很好驾驭，对对对，啊，不论什么款的歌都拢有法度，对对对。好，那么文秀的歌也是相当相当的棒哦。那么后面林志秀歌曲，阿兰赶快给小朋友听上来，谢谢各位歌曲。爱你不行，好，爱你不行。去去去去去我的心你说要别忘了情在这老来的夏季我去怎么认识你一个漫长的假期你知不知道我和我多自信你知不知道我努力控制自己也因为我们下午阶段的节目热闹来揭开序幕哦。